去吧，去吧，去！徐伟哥，这狗拢未惊人的。 小姐，啊，你先来啊！哦，无啥啦。我伫拄则看到你甲狗仔佚佗的时阵，我就想想想起着我过去的男朋友。过去伊甲我出迄个马场的时阵，我骑马，伊就甲狗仔耍。所以我毋才想想失神，抓准讲是看到伊共款，歹势。歹势啊！啊，毋过我毋是你的男朋友啊。 我听讲，进前你男朋友就发生意外失踪了。歹势啊，因为我有咧想到你过去还无好记得。你莫安尼讲啦，这只是一时的感伤，情绪真紧就过去啊。你讲的这种感觉，我会当了解。爱一个人，煞无法度陪伴在伊的身躯边，无法度永远甲伊做伙。 这种感觉是真正足痛苦的。不过，总讲你的心肝内有一个人会当去思念，会当永远在彼个心肝内有一张真美丽的梦，会当陪伴你。咱的心肝内就袂有感觉痛苦，颠倒会有一种足甜蜜的感觉。本先生，我哪会感觉？ 小姐，你要创啥？我要把那辆叫回来。无必要安尼啦。啥物无必要？那辆叫你过分，叫人狗仔来做伙走。人家麻烦啦，小姐，麻烦你先来只狗仔送去便宜。喂，警察局，我要报案。那边有只有一台车哦，弄到一只狗仔了，就走去啊。这应该违反动物保护法。是。哦不，那肇事车辆的车牌我用手机啊翕落来，翕得都清楚的，我会当传过去给你。 哦，是，好，我即马马上哦，甲相片传过给你，多谢你，多谢。林小姐，我即马哦，甲相片传过给警方，应该马上处理。过来。嗯，先落。哦，无啦，我即想袂到，原来掠凶手有哪有这只啊？ 这应该是上好的处理方法啦。你放心啦，我相信有通过有警方，伊会马上处理，一定处理好势。方小组这个人真正足冷静的，处理代志嘛真有条理。虽然拄则伊甲狗仔耍的时阵，互我有一种看到家暴的感觉。也毋过，看到伊处理代志的方式，我就清醒啦。因为家暴袂安尼，伊一定对我约过。 阿海今摆应该甲迄个林爱玲讲了真欢喜，随来因就会继续约后一回约会的时间，佮随来因就会，我是底有白想啥？阿海也要佮谁约会，要佮谁安怎？迄拢是伊的代志，我是凭啥物去管伊啊？
方小飞，你莫阁想啊！今麦上要紧的是天成是毋是当拍赢这场官司才对。恁双方面的讲法都无共款，一边讲是去用性侵，另外一边讲是去用设计。今麦请恁双方面的提出延迟辩论，郭定兴先生。你对李慧欣小姐对你提出的控诉，你有甚物要辩解？当然有，报告检察官，李慧欣小姐讲代志发生的头一个时间，伊就马上采取证据，也毋过伊无随报案，煞选择伫我的当事人郭天兴先生所主持的 BOT 当土的酒会顶关闹，闹未成就走去报案，干那这点就会当证明李慧欣小姐的动机真可疑。另外，阮这边有找到一挂资料，这份是李慧欣的房客，也阁有地客。这张是我的当事人郭先生替李慧欣拿房地产的付款证明，这个就会当表示哦，李慧欣即马所住的厝是郭先生替伊买的。而且我的当事人郭天兴先生阁甲伊名下的天兴创投无条件过户李慧欣小姐，这就表示哦，因两个人唔有关系，而且关系真深。有以上的证据，会当判断我的当事人郭天兴先生，也有李慧欣小姐，甲做个阿母。因为郭天兴先生为着要弥补李慧欣，所以买厝给伊，结果李慧欣贪得无厌，食髓知味，先设计我的当事人，然后又搁威胁伊，甚至伫我当事人过户天兴创投给伊的时阵，伊搁无满足，继续要甲告。凭这点就当证明。伊根本想要得到更加大利益，一个好处。我要求检察官明察，卖起诉我的当事人。好，请坐。李慧欣小姐，对方的律师所提出的证据，你有甚物事情？要补充，或者是辩解嘛？检察官，我无事情当补充的。辩护的律师讲的代志都是事实，我无啥好辩解。那安尼，你是承认讲对方的律师讲的是对的，你确实是为着要得到更较多的利益甲好处，所以你才对郭天兴先生提出控诉。是安尼吗？我确实是因为郭天兴伊对我十分钟情，所以我感觉真唔甘愿。我是条件要来报复的，啊！不过即卖伊的爸爸已经搬了山脚死啊，所以我认为已经得到义务的报应，所以我无想要继续告伊。好，即卖本庭要宣判，请双方起立。根据双方面当事人的说辞，甲着双方面提出的证据呢，原告李慧欣控告郭天兴性侵的这个案件呢，证据不足，而且控告的动机非常的可疑，所以呢，本庭裁决本案不成立，不予起诉。慧欣，我刚才你想通啊，也是我一个清白，希望你以后别再想不开，我祝福你有一个真美好的未来。是的，天心，进前是我想要冲动，就是你的困扰，真歹势。李慧欣小姐，请你会记的，上法庭不是伫咧耍办公的啊！你若是想要利用法律来达到你报复的目的，强硬到最后，你会引火自焚。对方若真正要追究，
你真有可能叫人顾不顾，所以请你以后唔通搁再安尼做啊。我知影，多谢监察官的提醒，我现在走啊。蛋姐。李慧欣，虽然你顾袂成啊，啊，不过万方集团啊，佮有天成的名声，拢予你不甲臭气啊。我佮天成的感情嘛，予你破坏。你即马头一话就想要做你走，佮有遮尔简单的代志？你即马想要安怎？想要安怎？我想要顾你。检察官，我以高天成太太的身份控告李慧欣，妨碍家庭，破坏名誉。任律师，请你等下来递补告诉状。是。你要告我妨碍家庭，那安尼你也是连高天成做一个。天成是我的翁婿，已经向我认唔对，我嘛原谅伊啊。啊，不过唯一无法度原谅的，就是这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第三者。李慧欣，你等下再传票。小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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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生气啊？我无想，我刚刚想要赶紧离开这个所在。好，来坐下，马上来等。小飞，多谢你叫爸请任律师替我辩护，你开始真厉害，替我把官司解决了。遐着讲，任律师伫个法界真有名，伊个辩护费毋是普通个高。只是我无了解是，既然官司已经解决了，想让你搁要告李慧欣。安总，我要告李慧欣，你也唔敢吗？小飞，你莫误会，我毋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认为这么简单，这么官司已经解决了，你这么搁提过，那你不是会挂八卦媒体，搁有小题大做的机会？你挂狗仔一定安跌掉掉。而且我认为一直拍官司，对咱名声无好。你这么知影拍官司无好啊？那你当初是安那一直跟李慧欣勾勾的，还伊还要提告？看出你较早珍惜我跟你的感情，根本都没有关系。你这是在怪我？总共一句。李焕新今年讲要告就要告，害我的民主尽扫落地，阁害我差点仔失去我翁婿的心。既然拢无告我的民主啊，我嘛袂替伊设想，这个官司我绝对会告到底。小飞，你是要去倒啊？咱不是讲好要转去？我足烦的，我要出去行行的。你先等去公司，莫管我。想袂到小飞突然间对慧欣提出告诉，而且态度阁遮尼坚持，看起来你提供爸花一个大好的机会，我知要来个公司讨回来。这个世界应该找袂到比我搁戆的人啊！为了对天成爸爸意外过身的良心亏欠，我放弃对天成的报复，放弃官司告诉，结果换来。是天成因某要告我，李慧欣，你安尼，阁有啥物名声？你安尼做，敢是真有价值？慧欣，慧欣，我知你内面，你去开门话，你去阿无？我就担心你，你话你去，慧欣。Thank you.
要创啥？你的公司已经要起诉啊，你无代志啊？慧心，我知你受了委屈，所以我赶过来看你。我根本唔知道小飞伊会告你，我甲伊讲过，我拜托伊，请伊卖告你，要唔好伊无愿意，我嘛无法度。伊要告，就去告啦。费力五年前遐有安稳打落来啊，即摆是换个家庭，哪有算啥？我敢会惊？搁再讲我有想过啊，只要我当提出证据，证明讲这个代志拢是方浩良叫我做的，到时有歹看的人是方小飞。慧心，你是讲你会跟我做伙，这一切拢是因为？无唔对，是方浩良。在我出嫁迄天，伊有来找我，我有签一个契约，伊的目的就是我去破坏你甲方小飞。虽然我早就预料啊，要唔听你亲嘴讲出来，我还是无得接受。我一直认为咱能回去以前迄种感觉，我一直认为你对我是真心的。原来，真正的戆人是我。我一直用我的真心，在换你对我的绝情。是的啊，天心。第一出嫁的时阵，我确实真怨恨你，怪唔只会去帮梁善东，啊，不过我即卖真后悔。假使讲，若是我坚持要报仇，无定恁爸爸，就变成意外过身啊。咱的感情，无法度像较早共款。慧心，你的意思是讲，你对我有感情？可能你之前为我做的代志，我早让你感动啊。假使讲我对你完全无爱，没哪可能这样忘恨你。假使讲我对你无爱，今仔伫咧侦查庭顶馆，我也无可能这样简单来帮你做。慧心，你讲敢是真的？也是甲以前同款，全心全意爱我。虽然我真无愿意承认，啊，不过我真正无当家己骗家己。我对你嘛是甲较早同款，我嘛是安尼爱你，拢无改变。啊，不过即马环境变了。咱两个身份嘛变啊，咱真正无可能会当甲过去同款啊。会用的，咱会当甲以前同款。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只要咱搁有感情在的，咱就当甲以前同款，过种甜蜜、快乐的日子。啊，不过你唔通袂记的呢。你即马有某啊，而且你的某，你搞个妨碍家庭。慧心，咱即马是生命共同体，我来向你保证，我会好好保护你，我会叫小飞卖告你。我有想过啊，只要把迄条合约摕出来，会当证明讲这个代志拢是方亮叫我做的，我伫想方小飞一定告袂成的。慧心，迄根本无路用，离婚合约是违反人伦常理，伫法庭上。根本不是一个合法的契约，你加加干来当给本家的人，给因歹看，给因洗面啊尔，对你一点仔帮助拢无。那无，你敢有其他的办法？我试探过小飞，伊的顾虑是为了本家的面子，为了因本家的人，伊才安尼做。卡苏会当，甲天成创投还我本家，我相信。小飞也愿意提交告诉。你叫我把天成创投还给本家？天成创投这么大块钱，你敢知影？那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呢，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还？不是这么简单还，我是希望你先把天成创投掏空，把空壳公司还给外方集团，我找一个时机跟小飞离婚，我当提钱转去你的身躯边，咱能过以前咱过的生活。你敢有确定你要安尼做？
你今日即马会当放小飞离婚啊？咱会当好好经营天成创投，咱的未来嘛，赶快会当真美满啊！无够，还阁无够，这无当弥补伊对咱家造成的伤害。你敢袂记啊 ？Green 集团的代志是本五良设计，伊害咱家害到家破人亡，伊害你去坐家，伊害咱还袂出世的囡仔都安尼无去啊！伊害咱两人变成安尼，即马爸阁发生意外，这一切一切，我袂跟伊算账。慧心，我爱你甲我联手，替咱家讨一个公道。替咱讨一个公道，替咱未出世的囡仔讨一个公道。慧心，为了报仇，为了咱的未来，我希望你暂时来忍耐，你就暂时委屈。为了我，你一定要忍耐。你放心。为着报仇，我什么代志我拢忍耐，你根本无必要。来替咱家讨一个公道，替咱的囡仔出一口气。慧心，你放心，你所受的委屈，我以后一定会千倍、万倍还你。我一定让你快乐、幸福过一世人。慧心，只有利用你跟小飞，才能成就我的未来。假使当初你无辜负我，你私底下跟本五娘签约，可能我都袂安尼做。是你害了你自己。小姐，太多都我提予你的资料，再麻烦你提到去看一下，好不好？没问题。较早我嘛捌甲家宝来家过，今麦我甲方小组行做伙，敢若阁重新找回家宝的感觉。方先生，嗯，你的洁癖敢足严重的吼？是讲拄只迄个人也无甲你弄掉啊？无啦，我就是无介意吼，人我受惊啦。安怎？你敢唔好笑呀？我唔是咧笑你啦，只是讲，咱来到一个我最熟悉的所在，好想到过去我甲阮男朋友来遮的时阵哦，哎，伊的个性甲你完全无同款。哎，朱兰玲小姐。你在我面头前吼，一直讲你的男朋友嘛，一直想着伊，佮讲我甲伊生得足够性的。你即摆是暗示我啥呀？无啦，你莫别讲啦，你也少体谅我一下。我已经足久无倒来台湾啊，啊特别呐，经过一寡较熟悉的所在，难免有一寡忌忌嘛。我甲你讲哦，我是足清楚的。你讲我的男朋友无同款，因为你甲伊的个性哦，真正是天差地别。而且哦，你的洁癖真的是足恐怖。拜托你，洁癖的小组好不好？我们应该真辛苦的。之前李慧欣在我面头前拢真得意，所以拄只伫法庭上，我才会对伊提出告诉。照理讲，我应该真欢喜啊，啊，不过我煞无报仇的感觉，现在还是感觉足奇怪，一直想着阿海啊，今日甲林阿玲约会的代志。方副总，替我叫执行长。副总，执行长阿伯离开公司。阿海阿伯离开公司，
这就表示佮林爱玲做伙，伊昨毋是无想要去，毋是讲要讲合作案尔，是有甚物代志会当讲遐久的啊？阿海佮林爱玲。真欢喜啊，放心嘛吼。林小姐，想袂到你的千金大小姐对这路边摊你有兴趣。敢袂用的哦，你还知影呢？路边摊对我来讲有真特别的意义哦。我知啦，一定佮你的男朋友有关系对吧？好啊，啊既然有意义，也无咱看啦，哈。公公叔敢有需要笑到这欢喜啊？阿海竟然跟伊做伙跟情人对恋，我从来不送你礼物同消费，无听到我当买一条链仔送伊，而且这链仔嘛无贵，伊就别讲我是乌白乱开本家的钱。等一下，拍摄你手会当少啊少，我看一下感觉哈。袂歹，这条袂歹。哎呀，来了。多谢。喏，小姐。我们这对，我给你包起来。啊，免啦免啦，安尼较环保。哦，好。好，我提醒你。好。两百嘛，哈。对对。多谢你。谢谢谢谢。多谢。你就叫拍摄的，过你浪费时间哦，不要买影片。啊，拜托，方先生，你安尼伫林小姐、林小姐一直叫，我听伊做眼叫呢。你要叫我艾琳。艾琳。嗯。哦，好啊，那你后盖你嘛叫我小组的哈。好啊，小组。是讲方小组啊，你这个人洁癖遐严重，竟然还伫咧路边摊买物件。无啦，我替朋友买啦。好啦，啊无其他代志哦，无我等下公司无用。我唔要等下公司无用啊。好好，那恁麻烦你，太多资料你爱看我相册。我会好啊，研究。嗯。那你我先去点，拜拜。拜拜。快去点，我要给你包起来。唔咩？安尼一条一包。谢谢，拜拜。艾琳，我哪突然间感觉这名字熟悉了？
How's the situation? Not much different. Joe has been in a coma for more than a year. Dr. Allen worries that he won't ever wake up. Let's hope for a miracle to happen. Otherwise, his family will be hurt, especially his father.你也唔食，我拢找无你的人，你敢知我足担心的？我唔是甲你讲，我心情足乱，想要出去行行，敢袂安尼？甲你定爱你随传随到，你较早有遐尼啊需要我，遐尼啊关心我就好啊。小飞，你莫误会，我也是要监视你，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太太，我担心你的安全，我才会安尼啊。既然你平安无代志，倒来安尼就好啊。为甚物通我担心呢？我敢是囡仔，敢会无去？较早你一无闲开两三工就无看迄人，迄个时阵你若会袂烦恼，我一个人是要安怎？小飞，是的啦，我知我以前事业心伤重，我无尽到一个做红仔责任。最近发生遮尔侪代志，我才真正体会到你对我的重要。你不但原谅我，替我请上好的律师为我辩护，佮陪我去检察庭，而且你佮对李慧欣提告，佮伊妨碍家庭、妨碍名誉，不但替你，嘛替我出一口气。问题即摆拢交律师去处理啊，这件代志已经到这为止，我无想要佮讲啊，我去换衫。小飞，你先听我讲，我是咧想。咱其实，咱利用这个机会，把天成创投套回来。把天成创投套回来。既然你已经决定要告李慧欣，就算你把告倒，对咱来讲嘛无任何好处。要唔过，咱会想办法，让李慧欣把天成创投还咱。只要你提交告诉，安尼对咱来讲有真大的好处啊。我就是要李慧欣搁去坐监，伊为倒位来，就搞为倒位回去。什么天成创投，我根本无看在眼内。我就是要让李慧欣一个架势，谁叫伊遐尔啊欺负人？我无可能甲伊好解。你一直爱我甲伊好解，是不是你对伊根本阁有感情，所以你一直替伊求情啊？小飞，你莫误会，我无这个意思啊。你莫因为生气就失去理智，我都分辨利害关系。你也知影，就算我你即马甲伊过度妨碍家庭、妨碍名誉，这毋是真重的罪。叶红半几年，以李慧欣即卖身价，都算讲叶红关几年，伊阁出来以后，对伊来讲嘛是会好的。天成创投甲 BOT 案是我的心血，是李慧欣用 BB 的手段威胁我，伊才得到的。我当然希望会当抢到。都算讲李慧欣即卖贱卖天成创投，伊后世人、后后世人，伊拢免担心家境。你敢真正愿意，要甲 BOT 案甲天成创投送给李慧欣？就算有天成创投又该安怎？便宜的点点，无可能完成 BOT 案。早班因为工程无法度推动，周转不灵，更换人标，早班伊就准备了事。小飞，你先坐，听我讲好不好？当初我还够想办法，用煤渣代替砂石，让 BOT 案顺利过关。卡叔即马重新过来一遍，等你赔足多钱。咱想要做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代志，咱当用上简单的方法，只要你提交告诉，叫李慧欣甲天成创投行咱，哎，咱所有计划都让顺利进行。你想想，姑姑爱我提交告诉，是不是你唔甘李慧欣，你唔甘伊去坐监？小飞，我跟你讲这么多，希望你唔相信我所讲的。我真正一切是以大局为重，我根本无唔甘李慧欣啊，我是唔甘 BOT 啊。我是唔甘本甲赔钱，李慧欣害阮爸发生意外，
到即摆阁找无人，我根本无可能原谅伊。我希望伊能一命赔一命，我哪有可能替伊讲话？就是因为伊这么可恶，天成创投在伊手内，我才不甘愿。你讲拢无唔对，李慧欣一个人力量，伊根本无可能推动 BOT 啊。也毋过天成创投甲万方集团是有签合约，只要天成创投在李慧欣手内一天，万方集团就会给伊牵咧行。李慧欣对万方集团来讲，伊就是一粒不定时炸弹。小飞，我一直是以大局为重。现在你认为我对李慧欣有感情？感情才是安尼。那么应该是安怎？小飞，你一直讲我对李慧欣有感情，那呢？我就来问你，其实我感觉你才怪怪。哪有？我哪有怪怪？以前的你，你希望每一天会当黏在我身躯边。要么最近，你定系对我无要无紧，若即若离。到太阳长暗，我要甲你烂，我要整你。你种拒绝的态度，你以前唔捌对我安尼过。小飞，你老实甲我讲，你是交新的男朋友啊？你是对我袂讲啥？出轨的人是你呢？你煞颠倒伫咧讲我？你就是讲你把我抹黑，你才变作无辜的哦。我是不是把你抹黑？你心内真清楚。倒像有张安，你为了过是不是要跟李麦玲约会的代志，你两个冤家安尼？卡数另外人看到，都会认为是男女朋友在冤家。好加在我知你是阿妹，啊若无我真正会误会。我自细汉就甲哥安尼讲话啊，我就是无介意哥跟李麦玲约会嘛，因为伊是林家的人，林鸿生跟萧汉生对这遐尔无客气。所以我对你无好印象，就只是安尼。我要去换衫啦。小飞，卡叔，你真正我是在新的男朋友，拿你我的红心吗？小飞，咱五年的感情这么好，我真正无希望有任何原因去破坏着咱。我希望咱两个人会当白头偕老，我用我后半世人来疼惜你。现在我遐尼抗拒天成，方小飞，伊是恁翁的，是恁这五年来全心全意爱的人，莫阁乌白想啊，你莫阁乌白想啊。超过伊打电话来乱，咱卖讲话。我等下想要看卖，伊即摆是当乱啥？李慧欣，你找我啥代志？是想要向我求情哦？我有话想要当面甲你讲，敢会用个？无问题啊，地点你决定。好，我三十分钟后到。李慧欣，伊阁有话想要当面甲我讲。我去一趟，看伊想要讲啥。小飞，我袂放心你一人去，我担心李慧欣对你不利，我陪你去。唔免啊，我想要单独甲伊见面，伊唔敢对我安怎？好啦，
要么看说李慧是对你讲什么，你需要人帮助，紧通知我。还佫有，拄我讲的提议，你好好想看卖。那我最后要安怎做，由你决定。就算万方集团赔钱，我也支持你。我相信，顾甲爸嘛是同款。看小费表情，应该是接受我的提议。小飞，慧心，恁两个人拢只是我的家娘啊，照我的剧本配合演出。等这出戏完煞以后，接受所有人的掌声的胜利者，就只有我一个人。赵天成教我教的，我甲方小飞点头。确实真困难的代志，伊得趁这个机会好好修理我。啊，不过天成哥那真刁，小不忍则乱大谋。今麦甲天成的目标，就是要甲本家的财产全部拢摕到手，其他的阻碍拢无重要。有话想要当面跟我讲，我未交你又饮遐尼济酒，你是想要借酒装疯，就是讲安尼我就会惊你哦。你放心啦，人家的酒我袂醉。你想法是有够清醒，唔是有话要当面讲，即摆会当讲啊。我是要甲你回信的，你去告天神。那是我想要冲动，我一个我就后悔啊！啊，不过性侵是公诉罪，所以我不得提出告诉。啊，那无，嘛免闹到这么大。你若是要讲这個，我无想要浪费时间，嘛无心情听你告白，我要走。拜托你，拜托听我讲完好不好？其实。我不是条件要破坏你甲天成的家庭，我真正无迄个意思。你搁咧讲白菜，你无想要破坏我的家庭，代志会闹到这么大，你的三番两次挑工甲天成伫咧制造暧昧。我承认，我一开始是真想要破坏你甲天成的关系，啊，不过这敢袂当怪我尔。五年前，我的人生、我的婚姻被毁掉，你敢讲甲你无关系？所以这五年来，我有怨恨，我想要报仇，我这嘛是人之常情啊。那我做是你，你敢真正拢袂怨恨？好啊，你达成你的目的啊！我的家庭让你不搞乱七八糟啊，你搁先无满意？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我发现讲，天成这五年来，对我来讲，伊敢感觉伊对我抱歉，其他啥物话拢无啊。伊早就甲你。当作是唯一的太太，我甲伊无可能阁甲伊煞同款啊，所以我伤过受气，我唔才会。讲来讲去，你的目的就是爱我对你提出告诉啊，敢唔是？你嘛知影的，我当阿出嫁尔，迄种失去自由的感觉，我只要连做梦我拢会惊，所以我拜托你，我把那手洗起来，管你帮我刷好不好？那伊才到这为止，敢袂用的？怎知影呢？当初是安怎搁要做啊？你阁是讲你甲我讲几句，你有偌痛苦，我就会当情理都袂顾你啊？那呢，你带予我的困扰还阁有伤害，我要甲谁讨啊？我知我伤害着你啊，我会提出我上届大的心意。成创投盈利事业登记证。嗯，我已无条件，把这物件拢还你。那安尼，敢会当表示我的心意啊？你敢会当当作这一切拢无发生过，
干嘛当作讲，讲我破坏你两个之间的代志？你真正足惊死的呢！我阁就是讲你外有假死，就凭你要搞我甲天成不我斗。今摆你知影家己蛋蛋临头啊，就现出原形要求饶。啊，不过天成创投才骗到手无外久，什么好处拢无得到，就甲伊搞出来，安尼敢会真唔甘愿？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啊！我甲天成讨，那是因为我想要出一口气。你把天成创投搞出来，只是拄仔好尔。天成创投本来就是阮的啊！你用 BP 的手段提起，今麦阁好意思家提出来当作交换的条件，你阁是讲你安尼做，我会原谅你哦？你敢会想过天真啊？无你希望我怎做，你才会当帮我煞。只要你卖告我，你爱做啥我拢愿意。好啊，你爱我原谅你的兄弟，你不是真好调酒？你要调一杯，当给我满意的酒，我才考虑是不是卖告你。你若是不知道要调什么，你不是有一杯招牌调酒《小三的诱惑》？你调看卖，看我是不是当满意啊？除了你指定的以外，家拢总有三杯调酒。第一杯是烈火情人，代表讲我的心去有万多的火，烧到拢无你伫啊。啊，那第二杯是爱情叛徒，这代表讲我破坏你甲天神的关系，我伫个遮甲你赔罪。啊，那第三杯是天使之吻，我希望讲。你当宽宏大量，包容我的过错。要赔罪的人，应该用托盘托着酒，然后跪在我面头前奉上，安尼唔才有诚意。你安尼就想要赔罪哦？小飞小姐，加油！你调这杯酒，是要我想起动土典礼迄天，你抱我迄个场面哦。你是讲我陪我入面去？你安尼不是伫个会议室内，是伫个室外。你这杯烈火比塑化剂搁较毒，塑化剂会当代谢掉。啊，不过你对我造成的伤害，我唔知当时才会当后悔。感觉天顶爱滋味嘞，又呛又酸。这杯应该叫做爱情谎言。你讲白菜的时阵，哪都未去感觉水质啊？这杯酒应该敢你啉袂落去。天使赶快向你单身，和你骗几句话就准多少？稍等。
既然这三杯调酒你拢无介意，那安尼我也照你的意思，就一杯小三的诱惑，你应该无话通讲啊吼。这杯小三的诱惑，不是我要啉的，是要给你啉的。啊，不过小三干那安尼，敢袂伤弱，不够呛啊？小三的呛跟浪都给我吞下去。呛伤辣，我来替你降温一下啊！我爱你当场写一份切结书，还有天成创投让渡书。小兵，你以后袂阁教我，还有天成高高低，嘛袂阁甲天成有来往。啊，若无？我就有权利向你提出赔偿的要求。稍等呢，爱等秋云才遵守。安尼表示我的心意，你也莫讲我无。我是受过建中教育的人，知影做人爱讲话算话。我亲像你，做本家的寄生虫，算来家家己的主人。放小飞。我永远都会记，五年前你是安怎让我跟天成凄惨落败？你跟他妈上尊重不够，叫我天成，你即马什么都摕掉，搁要来糟蹋我、侮辱我。天成讲了无对，要对付你这种人，就是爱害你一无所有，要让你看得清楚，你无比别人搁较高尚。干妈，我对丽丽的身躯比这么久，我上了解你啊啦。就算讲你无法度走路吼，你嘛一定会把自己维持啊上美丽的模样。啊是讲，即马就干那我会把你装好水水啊。所以有点没话发脾气了啊，洪山都唔捌阁来过啊，连一通电话都无。伊甲麦吉头先后事都已经真过分啦。我看伊甲迄个陆警官，因的关系嘛无遐尔简单。伊就是挑工要去搞红粉，自己来气我就对啊。
哥，哥啊哥！干妈，你啥呐？你是要给我惊死哦？你那胸遐激动啊？你搁咧想起婚礼的代志对无？嘛对啦，啊方三阿姐对你遮尼好，想袂到三十年前就已经反背你啊！啊，到外口的酒家愈有暧昧，即马搁害爱婷甲伊迄个私生子吼变作乱伦的关系啊！你无可能无甲伊当做爱狗！干妈，啊，这拢已经是事实啦，而且全世界的人了嘛，拢已经知影啊！你爱面对啦，你甲代志吼看开个，啊，若有啥物话吼，你著讲出来啊！你莫捂伫个心肝内，你安尼捂久啊吼，会老足紧的啦！你干去！我受甲开，害我受甲开个无可能。洪三甲麦去，头生迄十斤仔叫徐建华，我绝对无可能放伊煞。哦，哟，干妈，哦，就当我我是姐姐吼。哦，哎，你是来办晚会还是来野餐的啊？你早安坐物件啊？哦。你敢袂晓看啊？我当然吼是来哄台干妈的啊！哎，你唔捌识我边个啦？干妈，你嘛知我之前吼，你哄台我面抓老爷，即马去伫恁做仙啊啦！哎呦，我即马吼赢嘛是咧赢，对不？哎，我即马才知影讲吼，做伊罗玛利亚吼，讲爱惯死啦，即一无做手工安尼上，甲袂输甲富贵手咧。啊，我突然间听到讲吼，干妈你有山顶啊咧咕噜咕噜咕噜。滚下来！我摔一个半身不遂袂惊啊！天公伯哦，迄真正嘛是创治人，互你摔到安尼哦，啊，我迄互你咧受这种苦，实在是够可怜的啦。所以吼，我唔只安尼哦，竟然穿出来手头香哦，竟然安尼照顾你。你是咧抽什么头香啊？你无看到？我拄仔咧穿这啊，咧甲阮干妈收金甲啦。我说冰冰的。你小号是欠讲两句，那无真正是来骗的。你也帮帮忙，干嘛这种半死不遂的？你来个酒精，甲你一个收啥？要收我鬼看？哎呦，搁再讲，我跟你讲，咱讲吼，要照顾这种半死不遂的人哦，这不是这么简单嘞。就算讲你好啦，你先卖摕一个药桶，要叫伊放药，你敢我都？更加卖讲要甲扛去病所，要给伊放。上大号，对无？迄时啊，偌大个困难，才好都甲扛起来，你有法度吗？干妈，你不要怪他啦，哦，你心歹去啦，心甲袂输甲你种哦手不挡三步的大小姐对不？咱看无紧啦，只要你会当了解讲哦，我会当照顾你爱就好啊。我今日甲你创偌济惊喜来呢。哎，你莫点啊西龙哦，相公干那你会当照顾阮干妈，六西六流我嘛会晓啊。我说那个冰冰小姐，咱讲要照顾一辈啦，唔是六遐就好啊呢。哈，无你即摆是穿啥？哦，穿这指甲油哦，你是要叫伊尖？你规日摕这塑化剂，叫伊讲讲来较紧啊！要帮帮忙。啊，但你看啦，这双手啊，你白泡泡又咪咪，一看嘛知你毋捌做过代志，你搁想要艰苦？干妈，咱这个冰冰都袂用伺候人啦，咱这冰冰都冰冰都搞到这，我甲你看，你真正唔敢去冰啊啦！但就我不一样，我觉得给你弄暖暖的。阿婶啊！哦，快开讲，这趟不是我在操蛋，我这个吼请教高人呢，这个吼会当让你打通任督二脉的，对我穿穷人参啊、地龙啊、什么火手六六三十六种那个中药哦精华，我滚那里七七四十九天都大补汤，我改讲你啉了哟，照干那杯。哦，还有，哪几条？冬暖夏凉。这给你加了吼，跟你讲，给你这个腿吼保暖，让你不要吼受寒，你的心也不会心寒。还有，泡几年罗抽取式卫生纸，我讲你来真正干嘛？跟你可怜老百姓，你都七百岁，老百姓老到老平岁，你都七百岁，为滴吼在看一边，看那个七度的七度。还有最后的经典，就是那个姜吼切四片。什么姜切成四片？姜，干妈，我跟你讲，将
水的人真好上赞，你知无？这若包掉的时阵，不管你是大号、小号、流水号啊，飞弟，我跟你讲啦，这个哦，超强吸收力，绝对不外露。你讲啥物？你真正是安官公白白白，无正家己来。你根本就不是来受害我，你是要来刺激我，出去，即马给我出去！有听到无？阮干妈哦，叫你出去。唉，这种情形哦，我看太济啊。啊，之前老爷嘛是安尼啊，对无？大声细声话啦。唉，医生讲哦，这个叫做那个什么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是精神病的一种呢。干妈，你哦，就是压力太大了，记得需要哦减轻那个压力。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那个马杀鸡啊。我头最近有去学那个脚底按摩啊，我现在帮你哦舒压一下，阿斌阿爷，真的很有效。嗯，哎，奇怪，哎，普通是我哪安尼哩啊？大家都安尼爱白叫母啊呢？你都没有感觉吗？可能无够大啦。有没有感觉？是我吗？嗯，安内，跟我的技术退步啊！你是咧讲废话哦、喔？干妈半身不遂，你安尼抓，伊会较哪有感觉？啊对哦，啊白目啊！我来问一种问题，那没关系，来，那这样不要抓脚，那我们抓手好了。你来猜吧。我今日变干怎，全是恁家李文信害的，所以我看到恁家人，我都有气，你敢出去死出去！干妈，啊，我就是知影讲我儿子做这种代志，我实在是对你做歹势，我感觉对你做亏欠，你知唔？我们才想讲哦，看会当安尼做一寡代志，安尼弥补一下无？我跟你讲啦，你今日不管哪啦，我拢袂走啦。我哦，就是哦，一定要照顾你啦。我你今日干啥？你才行哦！你唔着去闹烧水哦，干嘛泡脚讲？哎，我跟你讲，你用啊烧嘞，上好是迄个烫人哦，烫哦才会感觉啦。紧的啦！你是谁啊？你凭啥甲我指挥啊？啊无嘞？啊你不是讲你对干妈真死忠？嗯。啊！叫你安尼闹一下水，你也无愿意，啊！你唔都拢出一支嘴的呢？啥都我无愿意啊！好啦，我来传啦。哎呀，干妈，你卖叮当啦！这有疼哦，才有好，才刺激神经呐、啊。无你看哦，你脚哦，你就会当好起来呀。啊，你家己嘛想较开嘞，你福建的路也足长的呢，你家己哦都爱较坚强的。哇，这做一个人嘛是安尼，残而不会啊！无你搞到一天哦，你变成残障人士的模范呢！哎呦，哦，干妈，你也不要这样！哎呦，哎，啊，这个，干妈，我讲实在，我感觉你的人生哦，嘛算坎坷的。你看安尼五年前，你就不跟他这个林鸿生安尼哦，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本来要当作讲迄个林鸿山哦，绝对对你哦痴情甲永久啊！哎，那无回报，拜托的，迄三十年前就劈腿啊，还有囡仔，啊你安尼一心一意为着要甲伊结婚，你不偌济代志你敢知影？啊结果嘞，咱咧痴情拢假的，啊你咧真心无活绝情啦！对不起，别再讲啊！就是安尼，咱就是爱搞委屈吼，大声甲话出来，拢偷偷出来，无你我咧心肝底，你真正乌甲破病。时间了，我先来把那个大补汤哦，好啊，那个烫好烧，好不好？等烫烧了哦，你吃了未？啊哦，体力又恢复了以后，咱就继续来画，好不好 ？Come on！
田鹏山，我对你付出遐尼啊多，你竟然害我伫个遮受着遮尼啊大个侮辱甲委屈，我无可能安尼乖乖才吞落去。我一定让你知影，阮爸我是甚物下场。你敢要去生迄个眼睛徐建华，我绝对袂放你耍。不管安怎，妈嘛是为着要阻止我做戆代志，才会受遮尼重的伤。就算讲我无认同伊的想法，我嘛是爱照顾伊，对伊真孝道。阿姐，我今来伫咧边呀，无啦，我都无咧食百香羊公来看苦金兰，我是来关心爱婷的啦。爱婷哦，俗介可怜。伊就是我的亲生爸爸。好、哦，像苦金兰这款的歹心，无落多要死，就找25，要待就头风较落雨。这款的哦，半身不遂算报应啦。啊，落坐咧轮椅顶哦，较免阁走出来咧陷害人。无啦，我感觉唔对，咱们心情遐歹哦，应该爱做一份人才对。啊无，伊坐咧轮椅顶，伊嘛会阁露出来弄啦。就是安尼，哎，阿姐，我看到爱婷啊，啊不无咱另家再阁讲哦，再见再见。阿伯，阿娘，歹势啦，我像恁老母个冤仇实在带太重了，啊，伊个心情也歹，你要叫我讲两句我关心伊个话，我实在讲袂出嘴。还是讲哦，我对你个关心是真个哦。啊，你即马安怎？心情较好无？阿伯，咱去休息室坐一下好不好？好啊，当然嘛好，行行。阿娘，你的代志哦，韩生有甲我讲啊啦。阿像我拄只甲即马，我看你安尼心情，我那不哩平静，安尼我着离我较放心嘛。其实哦，即要怪就要怪天公伯啊，无代无志，遐敖创敌人。老爸啦、老母啦、后生仔仔啦，敢那袂输拆组大队咧啊，敢那袂输咧拆违章建筑咧啊，硬甲人安尼一堆啊一堆啊拆分开，阿母甲尾啊。后生不是后生，啊，真正的亲骨肉啊，煞无法度人啊相认，唉，真正完蛋。阿伯，其实你甲阮哥的感情，袂输是亲生爸仔囝共款啊。而且哦，伊即马也是对你的生啊，伊嘛会伫你的身躯边照顾你，伊也是你的后生啊。哦，迄啦，汉生这个囡仔实在是足乖。是讲哦，我是要来安慰你的啊，颠倒煞你来安慰我。阿伯，我真正无代志啦。爱玲啊，你一定爱听阿伯的苦劝。既然即摆代志已经造成事实啦吼，你着想较开咧。像你这么重感情、这么温顺、这么好的噪音啊！我相信这摆哦，天公伯啊，对不起你，此后一定会弥补你。啊，你无听人咧讲，危机就是转机。这摆天公伯啊，甲你断这条绝情路，伊一定会阁开一张鸳鸯门予你。虽然即摆哦，你的感情哦无啥顺利，但是我相信，后一摆你拄到的一定是上赞、上疼你的真命天子，就敢那袂输人个。电影咧讲个啊，有权利的人哦，责任上大。像你这温顺食乖的查某囡仔，若要配你下当家哦，一定是爱全世界上牛的高人，伊才有法度人担这个责任。阿伯，这句话敢是安尼解释？啊，歹势啦，阿弟啊，我就较含含讲话，啊，总讲一句哦，阿伯就是希望你下当幸福快乐。唔能够继续安尼心肝艰苦、心痛落去啊！阿娘，阿伯是希望你会当感受到阿伯的心意。假使讲厝后你若心肝头郁卒，要找人开讲，你来找阿伯。阿伯即马搭一百英元啊！哎，
阿伯一定好好甲你开讲，啊，无上少少，阿伯会当连宵夜停停动动啊，互你欢喜。爱心，多谢你，给我这么多温暖，还佫有关心，我一定会坚强的。乖乖乖，阿伯唔敢，你莫哭啊吼。爸，我就想要叫你一声爸爸，就算讲你唔知影我的身份，你还是这么啊关心我，我真正足感动的。阿唔过，请你原谅我，我即马还阁袂当甲你相认，无得靠等妈的状况较稳定咧，我才找机会讲出这个秘密。好啦啦，莫哭啊吼，阿伯听到你讲你会当坚强，安尼阿伯就放心嘛。你好，通去看恁妈妈，我要耽误你时间啊！你进去。阿伯，多谢你。加油！这就是阮药厂上新药品的卡德洛古啦。不过因为资料伤多，我只有找简单的说明书来。若是讲你需要更加详细研究报告，也是讲分析数据哦，我会当佫提过来。其实这内底吼，已经几项药品我早就听过，效果真袂歹，而且拢经通过检验，已经合格上市啊，应该无甚物问题。安尼好，希望以后会当佮你便宜哦，合作愉快。不好意思，咱即摆公司讲完啊，会当放较轻松咧，讲咱的叔叔啊。我相信最近因为疫情态度的改变，应该是会当让萧汉生死心，袂阁定定将离婚藏咧嘴讲吼。你也无够了解汉生，就算讲陈怡静无爱提汉生，汉生嘛无可能这么敢咱有帮手。当初李正南伊嘛是未婚夫，汉生是横刀夺爱将伊抢过来。所以更加免讲，即马汉生会放手。汉生，即马要是一直坚持要跟我离婚，是我弟唔肯答应，所以阮两个的关系才伫坚淡遐。用我看汉生的态度，我真正唔知影，我阁会当坚持到啥物时阵？安尼讲起来，只有我赶紧将伊认错进门。所以出国离开这个所在，萧汉生才会彻底对怡静死心。无唔对，卡叔，你若是有啥物办法会当将陈怡静带离开，拜托的，你的动作较紧的。啊，若无等年到吗？唔知影时到啥物变化。我嘛足希望会当安尼啊。问题是，即摆怡静过的人心，搁伫个查某囝头人身上，这个问题无解决，伊是无可能会离开的。这真简单啊。伊只毋是想要拍争取糖糖政务权的官司，上好伊嘛会当将糖糖做伙带离开，安尼我甲汉生才会当建立一个属于阮的家庭。你讲起来是较简单啦，问题是伊正即摆连身份拢改过啊，伊连要拍政务权官司的立场拢无啊。萧汉生更加无可能放弃糖糖，这是伫几件代志上个关键嘛上个困难所在，除非。用感情角度来处理。糖糖是汉生的性命，所以汉生无可能放弃这个查某囝。要唔过这个问题，嘛唔是完全无办法会当解决。就亲像你讲的，
用感情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听你的口气，你已经想出解决的办法了。在汉生的心肝内，伊上较要紧的就是这对母仔仔。为着这对母仔仔，伊会当变作上较坚强，嘛是上歹对付的人。也毋过，这嘛是汉生的弱点。所以，若是汉生看到陈怡静甲糖糖这对母仔仔难分难舍的情形，想要做伙，却无法度做伙，这么痛苦的感觉，就算讲汉生的心是铁派，伊嘛一定会忍心。所以讲，因为唔甘因母仔囝痛苦，小汉生甘甘己痛苦，只要咱会当制造这种的情势，加深小汉生的罪恶感，咱根本就无需要讲啥，自然小汉生就会对唐人放手，念回怡静。无唔对，时到你就当带怡静因母仔囝做伙离开台湾，啊，我就当甲汉生做伙抚养阮囡仔，建立一个圆满的家庭，安尼。一切不是拢真好。方医师，我真正来甲你拍保票呢。总是哦，已经甲萧汉生哦住做五年时间啦。你对萧汉生的弱点真正是一清二楚啊。安尼看起来，你连安怎制造这种办事计划，也已经想出来了。叫我有什么事？我想要带你去找真的妈妈。真的吗？真的要带我去找真的母妈吗？嗯，当然嘛是真的。可是妈妈，你每次跟爸爸吵架的时候，都是因为真的妈妈。你讨厌真的妈妈，为什么要带我去找她？糖糖，你敢会记得前几天啊，嘉宏姐姐讲我是假妈妈。阿甘老真的妈妈是你的真妈妈。妈妈，这样姐姐是乱说的啊！你不要生气，你不要打她好不好？你放心啦，我袂怕伊，我嘛袂骂伊，因为你也是真的妈妈在情绪上的代志啊，所以我今嘛就是要带你去找伊啊。那我叫嘉宏姐姐一起去。哎，糖糖，啊，刚刚你无想要单独甲真的妈妈见面，啊，你袂记得了？顶边你甲真的妈妈去游乐园佚佗，啊，你当下就欢喜耶。你搁讲你逐天拢要去啊？真的可以去游乐园吗？当然嘛，会用的啊！你会当去游乐园，甲真的妈妈坐小飞象，还搁有升碰碰车，还搁有做伙食冰淇淋，还搁会当买玩具。敢若有你甲真的妈妈，无别人伫边啊哦。糖糖，啊，其实之前我对你这么歹，一直常常甲你发脾气，那是因为我希望你会当介意我。用过你的心肝来感染正南妈妈，让我感觉很伤心，所以我才会对你生气啊。要不然吼，现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已经有小宝宝了，我总算可以体谅你跟正南妈妈那款思念之情。糖糖，是的啦，以前都是我的不对，你敢原谅我？那我不生气，我原谅妈妈。糖糖，多谢你，要是你最乖、最善良，不跟我计较。那呢，咱今麦得去找真的妈妈，好不？嗯。妈妈，我们还是找嘉宏姐姐一下，不然她等一下醒来看不到，我会着急。你放心啊，糖糖，妈妈吼已经甲阿彩阿姨交代过啊，等下阿彩阿姨要菜倒转来，伊就甲嘉宏姐姐讲啊。紧嘞，你先穿鞋啊。好。小文雄雄约我过来，讲要带糖糖跟我见面，唔知是真实还是假，还是讲伊要找借口约我出来谈判。
睡觉，白天怎么有精神上课？那你念长篇故事给我听，我就会乖乖睡觉啦。 落去啊！你都唔知影，你连这出糖糖的对无？小文，多谢你。是讲你今日从幼儿园倒转去，伊看起来足快乐的。我看伊的表情，我才知影，你给伊的快乐是我这世人永远无法度予伊的。搁再讲，你愿意先转我甲汉生，我做嘛爱做一寡代志来报答你啊。即马我嘛要做人的妈妈。 我会当体会这款骨肉分离、硬红痛楚的心情，偌痛苦啊！以我的能力，要照顾糖糖，还佫要教汉生囡仔，是绝对无问题。要唔过糖糖的心肝内，敢若有你这妈妈，这是我无法度改变的。你甲汉生要安怎处理糖糖的监护权，这我无法度插手。 要唔过至少，和你甲糖糖见面，这是我的当做的啊。是讲，你甲糖糖出来，汉生敢知影？你放心啦，我有甲汉生讲啊，你早点起身，不要紧。糖糖，今日爸爸无伫你身躯边，彩虹姐姐嘛无对你来，所以你甲妈妈对好，袂当我袂走，知影无？嗯，好。俊男，进来啊，紧坐糖糖，即要去坐。小文。 今天就多谢你玩一撮糖糖，出来见我。李红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伊。时间差不多，我就会带伊回去。糖糖，跟妈妈说再见。妈妈再见。糖糖，拜拜，要乖乖哦。糖糖，你今天想玩什么？我要玩咖啡杯，还有旋转木马。真的，好，我们去玩。 喂 ，David， 我这边已经处理好啊，刷落来就看你的表现了哦。糖糖，糖糖起来啊！糖糖小宝宝没去啊！ 是要安怎？糖糖伊无去啊！鸟，你讲我清楚，糖糖哪会阁无去啦？我嘛唔知影，我甲糖糖伫咧困中头，等我清醒了，糖糖就无去啊。连伊的小包包嘛无去啊，厝内我拢找过啊。啊，敢毋是走去饼店嘛？阿彩，阿彩，执行长，阿彩伊无伫个啦，伊有讲过伊要出去买菜。
别安坐，别安坐了！你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护理站你好。喂，护士小姐，我有真着急的代志，要找方小文医生。我是医生先。啊，实在真实嘞，方医生当地的开刀，袂当接电话哦。多谢。小文的开刀，无可能在同一病院啊。甲堂堂的监护权给我，让我才会当团圆。让我们两个人住做伙，我想要照顾伊，至少当弥补这五年来我无法度陪伊成长的遗憾。敢不是正南早已把唐唐带走？正南敢会安尼做？无可能，正南无可能安尼做。若是正南来找唐唐，应该叫我做伙去才对啊。转接语音信箱。唉，现在是安怎啊？所有的人都联络不着，唐唐到底走去倒了？嘉宏，戴维，这条手机也是伊的。敢讲为了完成正南愿望，伊头路走来阮家，直接把唐唐带走。可恶！喂，你好，我要找徐建安营院长，我是肖恩生。肖先生，营院长有朋友来找，即马无闲，请问你要留电话无？志心长，你是不是找到唐唐啊？啊，没啦。嘉宏，你乖乖等出来等，千万莫后悔走，我一定把唐唐找回来，知无？三变睛，开眼睛。好，我们现在开始玩捉迷藏了哈。来，哎，戴比，你现在就快回来了。你既然无经过我同意，就把唐唐带走，你敢不知你来走是违法的？唐唐，唐唐。先生，明仔日是你创啥？天皇走过来拍啦！明仔日将阮朋友的囡仔惊着，你知无？伊是你朋友的囡仔。安怎？我伫台湾袂当有朋友啊！你毋通袂记呢？我嘛是台湾出世大汉。弟弟，你别吓到啊！啊，不怕不怕。好，来吧。弟弟，你是安那？啊，穿啊着上。我嘛就是要知影。是嘞，真正是嘞，因为我查某囝无去啊，我真着急四界来找伊。我看恁查某囝穿件衫，跟我查某囝一型的，我差不多大汉，所以我才认得人。真正是嘞啊！肖先生，你讲啥？唐唐无去啊？嘉宏重要困精神，就发现唐唐无去啊。啊，唐唐无去，你啥人来找我？歹势啦，因为之前进前有讲过，伊想要争取唐唐监护权。阿哥，我来阮家碰伊，看你的手机呐，所以我才来找你。
拄则啉着啦，出手拍你，真正是嘞。我根本都唔知影恁到底倒位，我哪有可能将他们抓走？我唔对啦，想我想要冲锋，我无想清楚，是嘞。小先生，虽然讲你冤了好人啊，但过我袂怪你。但既然伫你厝内底有发现我的手巾啊，那就有可能是已经去厝内底将他们抓走的。真难讲，真正会来走，真有可能。伊真正爱堂堂，无惊天性，有啥物代是无可能的。我再讲啦，伊真已经这么多天无看到堂堂啊，将伊带走，这嘛是人之常情，讲会过去的代志。德伟，你敢知这人在倒位？肖先生，想不到你要找伊真，过来拜托我。其实嘛对啦，想叫我是伊的未婚夫啊。好啦，我带你去找伊。Michael, I'm so sorry. 你是有这款代志，有连工才请你吃饭啦，好。小先生，来，我带你来去找君宝。冰淇淋过，小文妈妈说冰淇淋不好，所以我都吃一半，所以我都跟江姐姐一起吃。小文妈妈说了没不对，女生吃太多冰哦，真的对身体不好哦，所以小文妈妈也是为着你好。那我吃一半就好。没关系，你今天哦可以吃完全部，但是不要天天这样吃就好，知道吗？真的吗？嗯，真的。那你赶快吃。嗯，那我要吃了。好。吃，糖糖，你不喜欢吃草莓哦？没有啊，我很喜欢吃草莓啊！我要把我最最喜欢吃的东西给你吃，因为你是我的妈妈。我给你吃。好吃吗？好好吃哦，这是妈妈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草莓了。这个脸哦，是经过很多次的手术才变成这样的。小文妈妈说，动手术很痛，要用刀子来把皮切开，一定很痛，对不对？对呀，很痛哎。为什么要这样？你以前很漂亮啊，跟故事书里面的公主一样漂亮啊。还是因为妈妈之前无细里发生意外受伤啊，所以面哦变啊无水，拢去学会受较歹去啊。一定很痛，对不对？那你有哭哭吗？妈妈若是想到你哦，就拢袂疼。而且妈妈若想到有一天会当紧转来看你，啥物疼都会当忍耐啊。那你可以回家啊，家你痛痛的时候，我可以帮你呼呼，这样痛痛就飞走了。糖糖，多谢你，你好乖哦。要不过迄个时阵哦，妈妈的面足歹看。妈妈怕把你吓惊着，所以妈妈唔敢回来。不过即马妈妈拢好啊，也不痛啊，快着你啊！妈妈好开心哦。妈妈，妈妈，你不是好了吗？为什么不回家？班上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来接，我也想要有妈妈来接。像以前一样，早上帮我绑头发，下午接我回家。糖糖，对不起，妈妈嘛就想要每天去接你上课，接你下课，每天陪你做伙。
也不过，怡静。玩的吗？像上次一样。你两个现在还是会来？我的小安生哦，就去找囡仔了。啊，卡你的电话又卡未通啊。我着你要讲哦，是不是你从堂堂找去倒位？结果运气袂歹啦，敢那找两三个所在哦，我就找着。小安敢无甲你讲？伊刚约伫个家，讲要找堂堂跟我见面，而且伊讲伊有甲你报备过。你根本无讲啊！你什么拢无交代，你即摆动手术，无来联络伊。哪样呢？怡静啊，就算讲是方医师哦，将糖糖交予你，你嘛无需要将电话归机，互人找袂着啊。确实讲哦，会当让肖安生联络着你，伊就袂这么着急啦。紧张到给我报警了。我无甲电话关起啊。奇怪，哪会关起来啊？可能是我无说你去饲着，失礼啦。不要紧啦，可能是我家己哦，较歹。这边，你哪会受伤啊？失礼啦，是我想要冲动，我来公园，看伊甲因朋友查某囝做伙。我来做是糖糖，我着。你着动手拍人，你哪会当安尼？怡静啊，不要紧啊，做爸爸的哦，着去找囡仔，脾气细心哦，较歹控制，较袂怪。是讲怡静啊，时间真啊无早呢，等我等。爸爸看。爸爸，我想要爸爸跟妈妈一起签。怡静，你去啦。糖糖只是想要牵爸爸跟妈妈的手，就是囡仔哦，单纯小小的心愿，你就顺利。相关的，我对你用心经，为了让你以后会当欢欢喜喜的过生活，我只有安尼做，才是对咱的未来是上有利的。真的，那呢？我找糖糖问题啊。糖糖，再见喽。我不要，我要妈妈跟我回家。糖糖，乖，时间差不多啊，跟妈妈说再见。我不要，我要妈妈跟我回家，我要妈妈跟我回家。妈妈，你跟我回家好不好？你不是说你很想我，而且你的脸也背好了，为什么你还要走？你跟我回家好不好？好不好？糖糖，是的啦，妈妈嘛就想要跟你做伙，要不过今麦袂用的，你乖乖听爸爸的话，跟爸爸回去，妈妈明仔再去找你，好不好？
那是什么时候？明天吗？我不会吵，那你一定要回来哦。糖糖，你别等我，现在妈妈没办法回去陪你，你别等我。糖糖，我们来等。妈妈再见。再见。糖糖，爸爸，糖糖，你们还叫爸爸好不好？糖糖，一起。哎，陈康全啊，进来，进来，一起。一静，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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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静，进来，一静，给我枪，给，给我枪，正南，正南，一静，正南，给你解释，一静，正南。妈妈，妈妈，妈妈，你快点醒过来，妈妈！一心，真的。一心，真的。妈妈，你不要睡觉，妈妈。一心，真的。妈妈，真的，真的，一心，一心，有人撞的，啊！我没撞。进来给他惊死！妈妈，糖糖怕怕。
糖糖，你一个人怎么袂走嘞？停车场车安尼多，有危险你知无？妈妈，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要送妈妈一个礼物。爸爸，我可不可以把我最喜欢的熊熊送给妈妈？妈妈送给你。乖，你别哭哈，安可帮你把熊熊交给妈妈好不好？请。糖糖，谢谢你的小熊熊哦。阿姨哦，妈妈那是苏良的时阵，我抱着你这上爱的小熊熊，苏良你哦。啊，你即马乖乖到爸爸倒去，阿姨哦，妈妈要做咱你危险的代志，知无？知道，我以后会乖乖。你又讲你会乖，你拄只呢话话，你知无？讲话无算话，出声出来，出声！爸爸妈妈，我不是故意的啦。你又讲你唔是好讲的。你好未？你家无来囡仔顾好好，你为虾米做个怪别人？你拄只话话，你唔是无看到？囡仔唔是你的错，你知影啥？你的错，你给我错好。我白甲讲啊。好了，你来等。我不要，我不要。好了，过来。我不要，每次爸爸都那么凶，那么想和妈妈吵架，我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不要回家。糖糖，你好了没？你妈还你拍好不？糖糖，你乖啦，你先跟爸爸回去啊。我不要，我要妈妈。小先生，你要怎带囡仔，我是无资格管啦。你们讲起来，囡仔真可怜。伊只是单纯思念妈妈，想要跟妈妈做伙，这是母子天性。我看你好啦，今日就堂堂去我遐住一下，让伊当跟妈妈做伙。这要求应该无讲太过分啦吼。你看怎？真的，奶奶啊，糖糖教你照顾。爸爸们要带你回家了，好，你可以跟妈妈回家了。已经，在那等我。糖糖，我们回家。是因为我消费这么多礼物了，是因为我才害你受这么多委屈。你敢知伊外过分？伊今仔差不多叫我捧出家己洗脚，无伫我面撇嘴硬呢。哦，我知我知，你受委屈啦。拢是你啦，想做啥物恶保守？
是啊，天成创都怪我吧？今麦叫我交出来，我叫我母了。回信我跟你讲过啊，天成创投的产权已移转啊，今麦和小飞只是一个空壳公司，对你来讲并无损失啦。你敢知影？自细汉到大汉，我受过特别拢是因为你。你就是讲你搞我小小无代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我才这样生气。是安怎我特别拢和你说服？你根本就是一个温柔骗子，骗子，骗子！我们丢开心，我是一个骗子，全天下所有人我都会欺骗，也不过我袂欺骗你，因为我真心爱只有你一个人。就是因为安尼，你才这么相信我，你才听我的话。你根本就是骗我，你骗我，你骗我！我刺激要甲磨掉，那安尼，我是要顺着你讲的话。你倒一句话是真的，倒一句话是假，我已经分袂清楚。啊，不过，就算讲是安尼，就算我为着你坐家，就算讲你欺骗我，我嘛甲我这么爱，我会安尼做。我就是希望你，你莫辜负我，莫阁欺骗我，好不？慧心，你根本无需要担心这個。一世人我最爱，最爱都干你一个。我永远为你对待你。这句话，你敢有对方小飞讲过？我是用我的真心在爱你，你所有甜言蜜语来应付我，啊，你敢当遵守？啊，你有搞无？安尼咧，慧心，我才是爱你。我对你的感情拢无改变，也毋过你竟然甲彭浩良签约要来对付我，我已经无法度完全相信你啊！真实的，除非你爱我，比我更加多，啊，若无我无可能，把我的真心交予你啊！安尼啦，这是公共场所呢。我不想你莫知影，到时阵跟我要叫小三。你安尼想啦，你咪什么小三？在我心内，你永远是我的大宝。我是讲真实的，等有一天我报仇啊，我会重新和你求婚，重新做阿婆。我就不爱。是安怎？咱不是已经讲好啊？咱要重新办婚礼。这么拢卖想，重新过咱的日子。重新办婚的是搁当安怎？结婚嘛是当离婚的啊。慧心，到底要往哪走？你才能完全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急什么？好啊，咱卖讲这，咱的未来安怎？就等到你计划成功，迄天才来讲。